则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谢谢。防疫道路千万条，疫苗接种第一条，请60岁以上青年尽快接种新冠疫苗。愿共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请各位乘客规范佩戴口罩，减少交谈，相互监督提醒。下一站是中医工业区，海上海中央工业区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，文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请为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谢谢。防疫道路千万条，疫苗接种第一条，请60岁以上居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。为共同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，请各位乘客中医工业区到了，请乘客从后门下车，开门请注意。我车从这边好多人车。下车请注意后方买车。我车从这边好多人车。中央公里开到了，请乘客从后门落车，开门请注意。